喂，怎么不接电话，不回信息啊？没有啊，我刚回到家，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有非得要回你消息吧。你后面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嗯，老师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12点了，助理。新年快乐。嗯，新年快乐。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对不起，那天早上是我太凶了，我不应该这么做的。你有在听吗？哦，我在。我只是有点震惊。嗯，对不起这三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。我也有点震惊。行，我原谅你了。真的？我知道，每个人都有一个不愿意让别人触碰的那个自己。我可以的。难道你愿意让我认识那部分的你？初理，其实那天早上我……哎，你不在这儿看春晚，在屋里干嘛呢？我马上出来了，我打个电话。喂，老师，你说什么？我说、顺便把明天相亲的衣服挑一挑啊。嗯，知道了。什么相亲？不是你才回去2天，你就要去相亲？你有必要这么激动吗？我能不激动吗？你都要去相亲了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相亲？现在讲求恋爱自由。周川老师，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去相亲啊？那是我不想让你去，你就不去的吗？嗯，你如果不希望我去，我就不去了。那你别去了，拜拜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